游戏。你觉得你因为这样子，然后你不会开心是不是？什么东西？你觉得你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我会开心是不是？什么国旗？你不是国旗，我好多国旗。国旗、啊。我听成你已经。Hello。我要被自己笑死。然后因为我还没有加我婆婆的电话是几号，所以她就是一个陌生号码。然后我想说又要来骗，她说我是你妈，我说哈，你不是我妈。我加我婆婆的电话，然后因为我还没有加我婆婆的电话是几号，所以她就是一个陌生号码。然后我想说又要来骗，我就很差心情，想说好，那我就来接电话。然后我就把电话接起来，她就一连串讲台语说我是你妈，你明天冬至有没有要吃汤圆？我想说冬至吃汤圆，现在诈骗集团连吃汤圆这种事情都要打架过来先通知就对了。然后我就问她说你是我妈吗？然后她就说是曾佑安吗？我说对啊。他说我是你妈，我说哈，你不是我妈。然后他说我是你妈，你婆婆啦，太丢脸了。一边用这种声音跟他说，哦对对对，然后你是啊，对对对，我完全没有认出来是你耶，我没有认出来耶，完蛋了，结婚第一年就这样。